高手在民间。一名网友在高雄澄清湖附近发现了有趣的一幕。只见路边植物的叶子被编织成网，看起来非常显眼，也很疗愈。不知道哪位神人这么有才。网友们看到照片后笑说不要玩植物。直心向下三角圆 PO 分享了两张照片。第一张照片中，这株植物的两片叶子被交错编织在一起，看起来就像一张颜色深浅不一的网。直心向下三角从第二张照片中可以看到，跟其他叶子相比，这张编织好的叶子网格外显眼。原 PO 忍不住感叹，真人真是有才。于澄清湖，网友们看到照片纷纷留言说，果然高手在民间啊，登山做的求生记号也太复杂，这叶子一定被其他叶子排挤，怎么有人无聊到这样啊，被植物耽误的艺术家把叶子编织成这样，看起来真的好疗愈啊。 Tilda 来源报废公社。